OK， 同学们，就我们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九页哦。那么来到这一个C 项咯，找出正确的答案。所以这个是 Lily、志成跟盛明哦。那么 Lily 就讲，我家的果园有多过800棵果树哦。OK， 然后志成就讲，我家的这个果园的果树比 Lily 少哦。所以呢肯定少过800多咯，所以呢这个可能是700多还是600多还是500多这样哦。那么这个声明他就讲，我家果园的果树比志成少哦，还要更少哦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这边是700多的话，如果这边是700的话，这边可能就是600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呢我们要断定看一下志成的是多少先哦。所以第一题OK， 果园有790棵红毛丹树，果园的主人是，那么有可能也是声明哦，不过我们这个不确定，我们要看其他的题目哦。果园有550棵芒果树，所以果园的主人是啊，这边很明显就是这个比较少，这个比较多。OK， 再来看这个哦，果园有828棵榴莲树，所以果园的主人是，所以看到这个三个号码最大是这个、哦、所以可能肯定是莉莉是这一个咯，所以呢莉莉就在这个第三题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写这个莉莉哦。 OK， 接下去我们看这个志成哦，那么志成是肯定是790颗哦，因为这个号码还要小嘛哦，所以志成是在第一题哦，所以这个是志成，然后接下去剩下的就是盛明哦。OK， 那么这个是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九页哦。OK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这边 subscribe 哦，订阅。那么这里是有关系到的这一个 video， 你可以看。那么在这个 description， 这个 video 下面有这个 description 哦，那么你可以看有一些链接，可能你可以下载答案，又或者是下载这个 APP 哦。